三癸卯年台南市迎春里暨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新春嘉年华系列活动记者会暨创意春牛颁奖典礼正式开始，是不是要请大家来一个热情的掌声呢？感谢各位贵宾莅临正统鹿耳门圣母庙参与今天的盛会，暌违两年了。暌违两年的迎春礼今年终于可以再度举办，指定在农历元月14日，也就是国历的2月4日的星期六来举行。那我们今天呢将会陆续发布这盛大的消息，在记者会正式开始的时候，首先为各位介绍与会的贵宾。那唱名介绍到的贵宾也邀请贵宾可以起身跟大家挥手致意。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鹿耳门圣母庙的大家长，我们的王宗荣主任委员。紧接着非常感谢也非常荣幸邀请到台南市政府文化局非常关心圣母庙的陈修成代理局长，非常欢迎您。紧接着为大家介绍台南市政府民政局吴明熙吴副局长，台南市政府安南区区公所的叶志明叶区长，台南市消防局第六大队的大队长邱渊明队长，安南区许立聪科长，民政局何荣长科长。接着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圣母庙的贵宾，欢迎到陈其富副主任委员、蔡瑞元文宣组长、祭典组长杨敏郎杨组长，也要为大家介绍本届新入的评审委员，昆山科技大学视觉传达系蔡明君讲师，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视觉传达系陈维翰助理教授，台南大学视觉艺术与设计学系范如婉助理教授。感谢这几位评审辛苦的评比，接下来我们的掌声要是今天最大声，因为我们要一起介绍，会非常感谢非常欢迎今天参赛的所有团队得奖的所有团队莅临现场，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等一下我们会一一颁奖，那首先我们要邀请鹿耳门圣母庙王宗荣王主任委员来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王主委。咱文化局啊，咱陈局长，吼、哦，咱消防队啊，咱大队长，吼、哦，咱民政局啊，吴局长啊，咱哦的团队啦，吼、哦，啊，跟咱叶区长，吼、哦，啊，吼、哦，咱的规个团队，我、哦、跟咱哦参赛，哦，春游参赛的一挂大德菩萨，我、哦、跟咱一挂老师教授安尼，我、哦、跟咱遮记者，哦，的大德。我看我们的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啊，首先啊，哦，欢迎大家来台湾，台湾上大金的妈祖庙，嘛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妈祖庙。哦，这是第三次重建，哦，这是第三次重建，所以你们新妈庙啊，是非常历史悠久、历史非常悠久的妈祖庙。而且首先我来感谢啊，咱文化局。啊！伫阮新妈庙，哦，遮个春牛，哦，个文化，个重视兼合作，而且甲恁感谢。哦，咁即届啊，是咱台湾即优良宗教个表扬，哦，要伫阮新妈庙，而且我嘛要感谢啊，咱蒋局长兼吴副局长，哦，恁个斗三工安尼甲恁感谢。哦，因为罗立门新妈庙啊，过年。哦，到这个元宵啊，哦，的人潮啊，拢差不多有百几万人，有百几万人。哦，因为安那，因大家来这里参拜，因为安那，鹿耳门嘛，的性质不可思议的代志，会当讲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多。
啊，所以讲你啊看，阮过年的活动，刚即个七彩平安桥哦，头前嘛，我甲区长跟哦副局长报告啊，哦，即、這个七彩平安桥加入三十几栋，迄是阮六里门嘛，用上冲啊来清零啊呢，哦，领天子哦就来用的，哦有三十几栋，迄是红怪木啊，因为过年啊，后尾就九品莲花哦，望春菇。哦，还是讲光明顶，还是美术节，哦，当讲非常的多。你要用哦来蒙牛，哦蒙春牛啊，人咧讲蒙牛头，子孙会出头。哦，蒙牛脚，哦，你财产开袂大，蒙牛脚啊，互你赚钱稳当当。哦，做些吉祥话。啊，甚至啊，你啊腹肚枵，皆当哦去这美术节食物件，还是讲吼，咱要穿汉服，哦，穿古装啊。来教大家角色扮演，哦，角色扮演。刚顶几工啊，啊，咱管二级的迄个高级长，哦，来马来庙，哦，才甲阮翕相，哦，来甲阮推广。哦，啊，甚至啊，哦，教大家，因为阮越南老人啊，哦，已经来促成有来庙，哦，感谢的，遗憾的，啊，已经要挖六万对，啊，已经要挖六万对啊，哦，因为越南老人。有落家来支持，就是讲要用新的诶一面店哦，加现代化哦，用因为啊，足侪网红哦，拢伫啊在啊咧打卡翕相，等下大家来用，下当你啊看卖足现代化哦，礼雕诶哦，安那因为来支持讲要促成加侪诶新一面，互人哦下当即个家庭和乐啊，存好心做好事，啊来讲流浪诶话，好个家庭。会当幸福安尼，啊！伫阮即个二月初四啊，哦，今年是二月初四，要来举办哦，即、這个烟火啊，高空烟火啊，野春牛、抢春牛、变春牛，即大家高空烟火啊，炸风炮，人会当讲是人山人海，因为阮是已经举办啊三十几年啊，啊，所以讲诶，人会当人山人海安尼，人咧讲啊，一世人爱来。信保庙哦，台版主金城，即大家哦，看即个迄个野春牛游行，还是高空烟火啊，或者林场干嘛呢？土家啊，拢会震动啊，咧庙会烦恼啊，哦，会当跟一零一大家比较看卖啊，所以一世人若无来遮参加野春牛游行，啊，看高空烟火啊，炸红炮，会讲讲是真危险啊呢，啊，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来六里门新庙庙家参拜，和六里门妈庇佑啊，和咱一年甲平安嘞，身体甲平顺嘞，赚钱吼，会当大赚钱安尼。最后，伫只代替六里门妈祝，和咱在座每一个大德啊，做官会当步步高升啊，吼、哦，做生意会当大赚钱安尼。吼、哦，最后伫只祝大家达工。无烦无恼过日子，祝大家多谢，谢谢。感谢王尊荣主任委员。紧接着，我们要把麦克风递给的是文化局的代理局长陈修成副陈修成局长，掌声欢迎。王主委哈，阿郎民政局吴副局长，然后叶区长，还有大队长哈，还有所有与会的贵宾，大家晚安，大家好。首先代表文化局哈，感谢咱鹿林门新庙的王主委哈，阮举出有这件活动，其实虽然因为疫情停办两冬哈，但是既然咱搁要来盛大来举行哈，啊，感谢咱王主委哈，专程来收听哈。伊嘛，全日讲，包括咱伫个亚春门有一个盛大祭奠了后，咱阁要来一个彩节嘉年华吼，了后到安平关是做一个圆满的活动结束。所以，这几个活动拢是咱新北庙吼，因为因亚春有这件代志已经三十几冬啊吼，会当讲是形成一个非常非常优良的传统。尤其我感觉。逐天夜春牛，伊所展现出来五行的色拢无同，啊，这嘛代表今年是会雨水足够呢，还是会干旱，还是有啥物情形？我讲
这是一个做不可思议的一个统计哈。这几百年来的一个统计啊，会当非常精准的预测今年是什么的天气的一个变化。我感觉比气象是搁较准啦。哦，所以会当讲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咱诸位讲的吼，妈祖的力量，有做者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所以，提早个代表满江吼，感谢咱吼，咱王诸位啊。啊！感谢咱新北庙所有议员台长吼，对这个亚春牛活动的一个支持，也希望今年个恢复来举办，会当个盛大圆满。啊，再次感谢大家莅临，多谢，谢谢。好，谢谢。啊，我们的王部委哈。啊，文化局我们的陈局长哈、啊，还有我们邱大队长啊，还有安南区的叶区长啊，我们民政局啊何科长，还有我们的啊许科长哈、啊，还有所有现场啊今天来受奖的哈 啊所有的代表哈 啊我们的所有的媒体好朋友，所有的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啊，今天非常高兴哈、啊，也非常荣幸代表我们民政局哈、啊、江局长来参加今天的记者会啊，杜家丹的啊王注意。哦，有介绍到哈，啊，咱今年啊要办这个所有的活动哈、啊，包括高空烟火，包括啊迎春游等等，啊，我想今天这个记者会上重要的哈、啊，就是讲啊，要咱所有的啊市民朋友、全国的好朋友哈、啊，过年期间哈、啊，以及今年过年哈、啊，啊，咱的公务界休十天啦哈，啊，到咱的元宵节啊，总共这十五天的时间，我想啊，全国各地啊，包括咱市民朋友，拢会来到咱哈啊正统农民们圣母庙哈来。啊，即啊，即拜拜哈，啊，祈求哈，诶，大家安尼身体健康。啊，当然，咱咧啊，圣母庙是咱地方的信仰中心哈。啊，咱所有的啊信众大德啊，只要有代志哈，有要问怎么样，拢来咱圣母庙来拜求平安。我想咱的政府啊，在推进这个、啊公庙优质化，哈、啊，寺庙优质化，尤其是个绕境优质化。啊，咱的圣母庙会使讲啊，甲咱台南市政府民政局哈，会使讲啊配合非常好。啊，以及咱的啊优质寺庙啊，达得到咱的中央哦，甲咱台南市政府的肯定啦哈，直接借这机会啊，感谢王书记，甲咱所有委员哈，大家辛苦。啊，咱今年啊，这个过年度假啊，注意嘛，报告就是讲啊，这个啊，咱的啊高空烟火哦，也、啊、是讲这个啊迎春游这个定活动，希望啊，只有今天记者会啊，大家这个选择哈、啊，来这做一个哈，迄、啊那个过年期间啊，来这做一个活动。啊，以及啊，咱民政局甲文化局啊，拢非常重视哈。啊啊，文化甲庙宇，这是密不可分哈、哦，密不可分。所以咱在推行这优质寺庙，甲咱的啊优质寺庙文化啊是要一体的哈、哦。所以今天咱的代理局长哈，嘛、哦、特别到家了哈、哦。我所以啊，民政局甲咱的区公所区长哈，啊嘛来到现场就是讲，代表着咱支持哦，咱这個、啊庙宇办这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哈、哦。今天啊直接啊，别连咪过年哈，嘛、哦、代表啊多阮两个哈，嘛、哦、代表市长哈，甲、哦、大家啊感谢哈、哦、啊今年这個。啊，对市政的这个支持啊，哈啊，新的一档啊，咱市长哈，受咱祝福啊，这旺兔顺利哈、啊，这卯兔哈，卯兔这过年哈啊，这活力非常大哈、啊，所以希望讲在2023年，好、啊，咱大家哈旺兔顺利哈啊，做任何代志都非常顺利哈、啊，百工百业大家哈都会大赚钱哈，我是讲啊，这次祝大家身体健康哈、啊，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哈，感谢。非常感谢民政局吴明熙副座刚刚带来非常温馨的我们的祝福。那接下来今天我们的仪式即将进行到颁奖的时刻，我相信在场刚刚听到我们几位长官带来的勉励与祝福，心里都会非常的期待2023癸卯兔年的到来。而今年每一年的开春，春牛在正统鹿耳门圣母庙就占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跟意义。而今年感谢非常多的团队来参与迎春牛、迎春礼创意春牛甄选比赛，所以一直以来圣母庙很用心的保存推广古礼活动，这次持续和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合作举行了这个甄选比赛，邀请民众用创意跟热闹来迎接迎春礼。本次甄选比赛经过我们辛苦的，刚刚大家都有看到专业的评审委员书面初审，选出了6支队伍，而且今年听说报名的是爆量哦，好几十只春牛，选出6支，
再进行复选，那借由实际作品评选之后，选出前三名的三个佳作，然后还有今天总共会有六个队伍来到现场。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首先颁发佳作的三名，请参赛队伍听到队名的时候，派两名代表来到作品前面。首先邀请到丰收奔牛队的作品《丰收奔牛》，掌声欢迎他们。丰收奔牛队的代表，请来到舞台前。那我们佳作这三名呢，我们都会邀请今天的评审委员来颁奖。三组都上来再一起颁吗？还是一组颁？那我们邀请丰收奔牛队呢，先把我们站到中间的位置好吗？那我们首先要邀请，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先介绍一下丰收奔牛队他的特别的作品。他们是由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视觉传达系的学生们组成的，利用纸板竹编编织的方式呈现春牛外观，胸口有一个风字，象征丰衣足食。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丰收奔牛队的作品在哪。来，奔牛队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作品，指一下哪一位是，对，好，所以呢可以看一下它的外表，代表着幸运繁荣，带领人民向前迈进。接下来介绍第二个佳作作品是昆硕男子天团的百叶风春，好牛哦，掌声欢迎他们，来帮我们站到你们的作品前面好吗？这个百叶风春好牛呢，是由昆山科技大学硕班学生们所组成，利用台南在地产业使用过的包装纸等等可回收的环保素材，让台湾牛穿上百叶复苏的期盼，迈向万物丰收大道。那紧接着介绍第三个佳作作品，得奖的是百叶丰收春牛队的百叶丰收春牛，欢迎你们，由高雄大专院校的广告设计科系的学生们共同组成，以春牛装满金元宝元素为主要设计理念，为迎春礼带来朝气蓬勃的新样貌。那这三组队伍都已经在佳作，他们得到佳作的奖项前面来做定位，邀请到我们评审老师为佳作队伍颁奖。首先邀请的是昆山科技大学视觉传达系蔡明君讲师。来，我们是不是邀请蔡老师帮我们颁发丰收奔牛队的作品好吗？那我们邀请丰收奔牛队来往中间移动。好，那我们直接邀请蔡老师来帮我们颁发奖状。来，请看向镜头，要不要拿下口罩？现在户外可以拿下口罩哦，大家记得等一下在台上的受奖人啊，还有颁奖者都帮我们把口罩拿下来好吗？两位小美女看向镜头笑一个。接着要邀请蔡老师来帮我们颁发奖金牌，恭喜您得到了佳作5000元的奖金，恭喜。谢谢蔡老师，那也谢谢丰收奔牛队。那接下来请邀请你们先回座，那丰收奔牛队可以帮我们先入座。紧接着要邀请到的颁奖人是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陈维汉助理教授来为我们颁奖，感谢评审委员，感谢陈助理教授。首先颁发的是奖状，恭喜昆硕男子天团，男子天团的口罩可以拿下来哦，这样子比较看得出你们天团的气势。接着要颁发的是奖金牌，恭喜昆硕男子天团，你们的作品百叶丰收好牛得到了佳作5000元的奖金，再一次的掌声恭喜，谢谢，邀请你们先回座。第三组佳作作品是百叶丰收春牛队，我们邀请到台南大学视觉艺术与设计学系范如婉教授来为助理教授来为我们颁奖，感谢范教授，恭喜。
接下来要颁发我们的奖金牌，由范教授的手上接过奖金牌，恭喜百业丰收春牛队，也感谢正是高雄大专院校的广告设计科系的学生们来组队参加，希望明年你们还可以继续参加，掌声谢谢你们。接下来进入到前三名，颁发第三名的作品。第三名得奖的是平安牛好样队的平安春来牛欢喜，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哇，我们看到很亲切的哥哥姐姐们，这一队呢是由平安社区来组队参加，作品透过环保回收瓶透光的效果，显现春牛光明清澈慈悲的美好心灵，还有刻苦耐劳的个性，希望平安好样队来可以把这个春牛呢在我们这边展示展示它最美的一面。第三名跟第二名我们都要有请我们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王增荣主任委员来颁奖，有请王增荣主任委员，掌声欢迎。邀请主委来颁发我们的奖状给这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平安社区组队的平安牛好样队，恭喜平安牛好样队。那接下来颁发奖金牌，哇，第三名有高额奖金几百块，非常的感谢你们，而且这个充满环保素材回收创意真的是非常棒的作品，谢谢，再次请王主委留步。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第二名的作品，邀请永州创意加油队的迎春丰收台湾牛，恭喜恭喜您获得第二名的殊荣。那希望我们的第二名呢可以由民政局的副局长来帮我们颁奖好吗？掌声邀请我们的吴明熙副座。首先来邀请大家可以拿下您的口罩，把您帅气美丽的脸庞来显露给我们的记者们，也非常在这边跟大家，首先我们邀请首先我们先介绍永康国中师生们组成的永中创意加油队，去年他们获得的第二名的好成绩，而今年呢也继续参赛，接下来我们送上奖金牌，对，第二名得到的是20,000元的高额奖金，恭喜您。今年的作品用学校回收物、大宗的纸箱、瓶罐等材料，加上彩绘，表现春回大地的时候春牛欣欣向荣的感觉。恭喜永中创意加油队，也感谢我们的颁奖人吴副座。各位，压轴的奖项即将到来，现在要颁发的是第一名作品，得奖的是闪亮耀眼的牛之羽。牛光异彩，恭喜昆山科技大学视觉传达系的学生们组成的队伍，恭喜您！以代表着记录过去时光的光碟片作为主要的材料，表现要记录跟传承。那这个大奖，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文化局陈修成代理局长来为我们颁奖，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陈代理局长。首先有请局长颁发奖状。这个春牛的意义很特别，它是希望能用时代的光碟片来记录跟传承。接下来颁发的是第一名的高额奖金，恭喜第一名获得30,000元的奖金。希望过去成为陪伴新芽成长茁壮的养分，闪亮耀眼的牛之羽。我们的记者朋友们都有拍摄到您理想的画面了吗？这是我们第一名的得主，谢谢，再次谢谢，恭喜得主，也谢谢颁奖人我们的陈代理局长。现在我们要邀请所有的今天得奖的队伍，首先都先来到舞台前。那接下来也要邀请劳苦功高的评审老师们，我们三位辛苦的评审老师们也来到舞台前。
请大家来站到我们今天的长官贵宾的身边。哇，这个阵仗非常非常的热闹哈！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的评审老师往前面站一点？然后我们得奖的队伍前三名也帮我们往前站哈，然后在前面的稍微的蹲低一点点，然后让后面的好朋友，前面的记者朋友，如果觉得哪个角度拍不到，可以帮我们提醒一下。来，数到三，我们一起比个赞。然后，因为我们是吹牛比赛，所以接下来数到三，我们一起在头上比牛角的动作，很可爱哈。来，一二三。哇，丰收春牛！来数到三，我们最后再笑一个哈，大家一起在脸旁边比大爱心，两个爱心，来一二三，看一下我们的摄影镜头，恭喜你们！记者朋友都有拍到理想的画面吗？那我们还有下一个 cut， 就是要让我们的队伍站到他们的作品前面，对不对？所以其他人不到，我们的参赛队伍请来到您的作品前，跟着我们工作人员的引导。长官贵宾再帮我们小小的留步一下，我们记录一下这个大画面。愿意的话，希望再帮我们留步一下，然后让我们照一个远远的大合照，来，我们照一个大家各自在自己的作品前面，然后我们长官可以帮我们再回座坐一下吗？还有一张哦，谢谢谢谢我们的王主任，谢谢我们的文化局陈修成代理局长，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吴明熙副座，还有在前面所有的评审老师和长官贵宾，来。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记者朋友们，记者朋友们，请大家善用椅子哈，居高临下的位置，然后捕捉起全部的画面。然后前面的记者可以帮我们稍微蹲一下哈，后面有很多的镜头。对，好吗？我们三二一，就结束这趴。三二一，大家比赞。好，哎，可是。精彩的还没有结束哦，大家不能急着走，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超级重要的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台南市消防局第六大队，我们的队长亲自来到现场，就是为了要跟大家宣传示范春牛风炮安全防护以及宣导跟穿着的方法。那邀请各位参赛队伍先回到你们的座位上。喂喂喂。主委，各位记者先生，大家好。那我们消防局代表消防局来跟大家介绍，这次圣母庙的风炮的时候呢，最好是穿棉质的衣服，然后牛仔裤，然后穿好上衣之后呢，围一个大围巾，最好脖子不要露出来，好，然后戴全罩式的安全帽，一定要戴全罩式的哦。像去年四月份的风炮，很多耳朵都是受伤的。耳朵，还有再有就是手套，手的地方，哦，风炮常常从这边会穿进去，哦，大概这几个重点，哦，谢谢大家，谢谢。所以，讲完了，超快的，所以其实很简单，对不对？并不会很难。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记得只要这样子的装备就是安全的，对吗？大家一定要安安全全的来看我们洛门圣母庙的新春烟火跟炸风炮，不要受伤，不然消防局会的同仁会很辛苦，对不对？好的，那现在我们即将要宣布2023癸卯年台南市迎春里暨镇同洛门圣母庙新春嘉年华系列活动的记者会圆满成功，再次给自己热情的掌声好吗？我们最新的月老姻缘殿刚落成，所以这边有很多年轻人，然后也有很多哥哥姐姐想要帮自己的
下一代来祈求好姻缘，我们有月老姻缘殿，希望大家可以在全新落成的月老姻缘殿呢祈求到你们的好姻缘。那现在与会的贵宾，感谢你们今日的莅临，现场备有餐盒，希望大家可以等一下也把肚子填得饱饱的，有力气可以散散步走一走。新春期间别忘了来到大龙头神家堂楼立邦新包别参拜礼香，为今年求得一年的好运气。再一次谢谢大家。这个时阵，我咱台湾的百姓，大家爱坐用台安尼。我怎么啦？刚刚介绍的，印尼这个春节元宵的活动介绍是，我老李问新宝贝啊，哦，这个亚春舞游行啊，哦，这个。边春舞、抢春舞啊，啊，跟高空烟火啊、炸红炮啊，哦，是伫即个今年啊，国历个二月四日，就是每礼拜的拜六啊，哦，每礼拜过年的第二礼拜的拜六安尼，哦，二月这时，哦，欢迎大家来，因为阮这是台版的进程啊，欢迎大家当比较看讲爱含101啊，哦，比较看嘛，因为阮庙啊是。哦，台湾哦，上大间的妈祖位啊，第三组的，你看迄、那個，哦，迄烟火啊，迄规个环绕啊，我涂骹咧震动啊，哦，你啊看迄种凌晨感啊，所以讲哦，过来哦，六里五新目标啊，参加这个亚春舞休闲啊，哦，啊，跟这个高空烟火啊，哦，的体验啊，会当讲哦，人生一大遗憾啊呢，啊，所以大家哦。来罗宁新北的家参拜都啊，和罗宁啊庇佑啊，都会当哦参加老人啊做位游行，哦做位看高空烟火安尼，抢春舞安尼。好